这个零零后的学生仔真的型到爆啊！二十岁就开了400多间街头咖啡店。对于我们潮汕人来讲，10岁啦。我们做的是国货鲜果咖啡，用的是云南的小粒咖啡豆，还有新鲜水果，告诉大家其实国货也能做好一杯好喝、好看又便宜的咖啡。用本来不该有的泰国金枕榴莲、潮汕油金和冰美式来一个大碰撞。本来留恋，本来不甘，热拿铁、梨花柠檬茶。有人说美式太苦了，其实哪有上班苦。作为一名00后的潮汕人，真的不喜欢打工，于是就有了400多家 ATM 一样的咖啡店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喝上这杯本来不该有的国货咖啡。